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耐找小唐。然后呢，今天我给大家录一个。他问我为什么种点东西，因为那些东西都被我的工作人员分走了，怕我吃不了浪费。一定要响应国家的口号，就是不谈行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这些东西啦。螺蛳粉。黄酱、螺蛳粉。要我兄弟们，喝水渴了。哎呀，
拜拜各位，今天的美食就到这儿。